OK，我家买长剑踢出来。哎，不是，这小兵打断我了，我操，是不是有病？我操，我都没动他，这个小兵为什么要 A 我？啊！浪费我时间啊！可以。捷报，这是真的捷报，好捷报。线就空在这里，这个兵线我很舒服，武器换不了我血。这种兵线武器吃了屎一样难受，打不了我，过来补兵就会被我打。不过还是得退出去了。是的，武器现在很难打的，我带 TP 了都，你看我打下去第一次带 TP， 我这么多天打下去一把 TP 没带过。丢了，回家出个锤子，那个兵先让他慢慢补，我左家左上线一个兵都不会亏，小兔无双。这把三个王者，我们这边咋一个王者都没有啊？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
哎，补个兵我就让你直接掉个200血。皇子大家愿吗？可血，那皇子扛吧。Go go go！蓝枪在下。老是让我扛塔，他妈的吓死人了！我穿甲有瑞文，让我扛塔，真的危险。武器有七的，我回家了，我有 TP，我可以省一个 TP。这波这边蓝枪在下路，哎，这波我可以看下路，他们可能还被越，我能踢下的。我操！被枪毙掉了。前车之鉴。他装要秒你喽！哎呦，哈哈，哎，瞧给孩子吓的，就是补丁。哎，我就消耗一下，直接把他吓出闪现来了。开塔了呀，武器没七的。我已经流浪，从此之后，我一定以孩子作为依靠。Rampage。啊！我操，那我来 triple kill， 谢哥。车圈我一个三杀不行吗？我操，这下杜城。帮我挡一下，帮我挡一下，帮我挡一下，帮我挡一下。别吃肚子了。我的斗志还没有失去。我操，直接吃我三层吗？ EJ 怎么死的？ EJ 被我燃烧烫死的，焦灼，焦灼烫死的。焦灼他是有一秒的延迟，你技能甩到他要一秒之后，他才会受到那个伤害。炸弹人要把一塔吃了呀！我操，这炸弹人发育有点好的，我说实话，来限制一下，限制一下。不用大了。我的双手沾满血。
对，我去守塔了，这武器在这边拖起来了，拖出一个神分的都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我刚怎么有一下听到了武器路灯的声音啊？我幻听了吗？选择你自己的路。加剑术死亡之舞，这把对面就占了一个 AP， 也可以出个狗链栓给炸弹人。你摸到的话感觉有点浪费，因为就他一个 AP。可以出狗链，看还带不带？不带了。怎样的战斗是很大的？流浪如此之久。哦。好惨。哎，回家出个十字稿啊。出来打先锋团。先锋团集合喽。打先锋啊，别浪费时间啊。这绿女怎么还抢打野的先锋吃啊，这么毒是毒瘤，我操。这个镜感觉伤害好高，有点月八。害他吧。我 TP 快好了，这可以多带带线，因为我带了这个 TP 啊，不要浪费这个 TP， 要发挥出它的作用。带个 TP 如果一直去正面团的话就有点蠢。等一下，文哥来了，他们无法逃过惩罚。双柱差点三百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。这把打得好团队。因为这把是晋级赛生死局，完美，三件套。中指才打这点血啊，中指。
哎呦哎呦哎呦，歪了歪了歪了，啊，给我死，没事，随便跑，来来来，小兔无双啊，怎么不追我来，小兔无双自己在扛，说随便杀，哎，老子杀一个人头超神 K 不到，一搏了一搏了，竞技赛生死局拿下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放过他们吧，大龙要刷了，大龙已经刷了，不让一波呀，再玩一波无所谓，下波出来直接超神，现在不能送，这个 TP 好像有点多余了，该继续带下路的，哦哟，我操，你他妈的卡了吧你是，哦哟，不太好推了，下播下播下波再推，出个狗链刷给炸弹人，炸弹人拴，直接拴住，这波拴狗链炸弹人打不动我了呀，没魔抗，这个狗链直接让他人杀掉了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Legendary， 哎呦，有点打不动他呀，拆了吧，拆了吧，啊 ，OK， 竞技赛生死局拿下，这把对面三个王者，这个号隐藏分真高啊，算一竞技赛排了两把王者，看一下我伤害。仅次于炸弹人，这武器，这个王者武器被我打懵掉了，3800伤害，